我们的战场在中国。 谁会相信外面会打仗？我猜将来赢的不是日本人，就是英国人。各位不要忘了，这里越乱，我们就越能发财嘛。伊桑拉，日本軍人なら、いつでも死ぬ覚悟をしておけ。 名单公布后，你在天下黑侠会不会去？会。